啊，我转的比了凡先生彻底。啊，了凡先生延寿20年了，他的寿命是53岁，他活到74岁。啊，延寿21年。我的寿命45岁，今年82岁了，我延寿30多年了，啊，没有求延寿，没求寿命，啊，我们学佛一生所求的就是求智慧。其他的通通都没求，没这个念头。啊，求消业障，啊，烦恼清，智慧障。啊，依照老师教的方法，放下，天天放。啊，真有效果。断是断结之真要，你看前面止，止是定，只能扶石头压草，它不起作用，就是烦恼不起现行，没断了。要怎样才能断呢？观就断了，观是智慧啊，转烦恼为智慧呀，烦恼就没有了。啊，不是浮在那里，是真断了。啊，所以要断烦恼，那要开智慧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戒定慧三学的重要了。啊，那现代人修行，可以说，至少可以讲，这半个世纪以来的修行。无论在家出家了，跟从前人比差太远了。啊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把戒束缚掉了，所以想止止不住啊，止是定啊。啊，佛教给我们应戒得定，应定开慧。啊，直观是定慧。啊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们也认真去思考，认真的去观察，啊，这才明白我们的基础教育，就扎根的教育所。中国人是实实在在的，在全世界是最优秀的族群。啊，这个话是外国人讲的。我第一次接受沈家珍老居士邀请，到纽约去讲经，1983年。第一次到纽约，啊，沈老请我吃饭，啊，同桌呢，差不多1/3是美国人，啊，当地的这些人士，吃饭的时候。有一个人站起来问我一个问题，啊，他说：“过去啊，我们对中国、对东方不了解，啊，产生很多误会。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，
明白了。啊，他说一个一个比，全世界这些族群一个一个比啊，中国人第一。这两个两个比呢，犹太人第一。三个三个比啊，他日本人第一。啊，这是当时美国社会啊他们的看法。我回头问，哎，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？啊，一个一个，中国第一。我当时也就答复他一句话，我说是上帝的安排。他很吃惊，怎么是上帝安排？因为他们都信基督教嘛。我说我是上帝安排吗？啊，他为什么上帝人安排？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，你还有饭吃吗？所以大家一笑了之。真的，你看外国人这讽刺我们中国人不团结啊，一个个的自私自利啊，不像日本人，日本人真是团结啊。我给他答复没错啊，啊，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呢不一样的。那通过汤恩比这一些人，啊，西方的是这是学者专家，啊，大师级的人，啊，通过他们，啊，平常所说的，啊，所论断的。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评价很高啊。啊，汤恩比是直截了当地讲啊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诸位要知道大乘佛法在中国。啊，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。啊，这是真正出自于英国啊，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之口啊。所以我常常也说，也讨论这个问题啊。中国孔孟学术能救得了这个世界吗？啊，四书五经十三经管用吗？啊，学这些人很多。啊，大学里头有这个课程，有这些学习。啊，大乘佛法能管用吗？啊，在全世界各地讲经说法的法师很多，能救得了世界吗？那我也曾经参加过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啊，我见到的这些学者专家啊，东西方学说都能通达的很多啊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乱，使这些学者专家了都有严重的疑惑啊，疑惑什么呢？这世界还有和平吗？这世界还有前途吗？这不是出自于普通人的口啊！啊，那么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？我们要深入的去反省呢。我说汤恩比的话没说错啊，而是一般人呢对于孔孟大臣了解不够透彻啊。
所以我常常讲，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家的花果啊，大乘佛法呢是佛法里面的花果啊。花果从哪里来的？从根生的。你不要根，只要花果，那怎么能得到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再得出一个结论，儒释道的根在哪里？那把儒释道的根找到了，我们从根来培养，将来就会有花果。啊，不从根上去培养，那个花果是插在花瓶里面，很好看，死的，没有生命的。啊，那么儒的根，我们找到弟子规呀。道的根，我们找到感应篇呐。佛的根，找到十善业道啊。那我们要问，现在学儒，哪一个人去学弟子规？现在学道，哪个人去学感应篇？现在学佛的，哪个人去学十善业？这样一观察了，就恍然大悟啊！为什么孔孟救不了世界？为什么大乘佛法也救不了社会？啊，不是孔孟大乘之过，是我们错认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迫切需要的是什么？迫切需要是要根。我要好好的来栽培，啊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，花果就现前了。啊，世出世间圣贤人就培养出来了，有圣贤，社会才有救。啊，没有圣贤是不行的。啊，所以有这三个根。扎这三个根，这个就有圣贤的条件，有圣贤的基础。啊，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去培育，去培养，从这个地方去学习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来，我们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。都大声疾呼啊，希望大家把三个根扎稳，那从根本上学习，然后一门深入啊，专攻一门，古人讲的十载寒窗一举成名啊，十年专攻一样就变成大神大贤啊，你才能自行化他。啊，所以前年我们从巴黎联合国总部啊办了这个活动之后，我就访问英国啊，去看牛津、剑桥跟伦敦大学啊，特别去看他们的汉学系啊，我把我这个理念介绍给他们啊，因为他们还是搞的佛学、儒学、道学啊，我为他们说出把这个翻过来，啊，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
这是走圣贤的路子。如果是佛学、道学、儒学，自己得不到真正的利益，你也不能帮助苦难众生。之后我就有很多人问我啊，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学佛、佛学、学儒、儒学、学道、道学讲清楚一点啊。我也做了很多次的解释啊，因为有正确的认识，我们才有正确的行为，行为就是修行呐。啊，还是讲到直观了。啊，要从根本上下手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看作中国传统文化。儒释道三家基本的戒律啊，必须从这学习啊。在古代这个课程是在小学啊，不是学校，是家教啊。人生在这个世界，从你出生，你睁开眼睛，你竖起耳朵，你已经在学习了。虽然你不会说话，你已经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。阿赖耶识里头就落印象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啊，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是做父母、大人。做出样子来给婴儿看啊，让他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接触到的都是传统文化的正面啊，负面的东西决定禁止让他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啊。这个样子把他养到三年，他就学了一千天了，根深蒂固啊。啊，就把它养成圣贤的根基了啊，圣贤的条件了啊，然后再上学啊。所以每一个人第一任的老师是父母，这个要知道啊，父母教得好，样子做得好啊，送到学校，以前学校的私塾，老师做学生的榜样，也就是老师必须把这三个根做出来给学生看啊，加强学生的信心。那那么除这个之外，再教他读诵圣贤的典籍啊，只教读诵，没有讲解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代时期啊，也就是十岁以前记忆力最好啊，古圣先贤东西需要记住的，在这天天念、天天背有好处。天天念，天天背诵，你看他戒定慧三学都完成了啊，守规矩这是持戒，专心念一部书是修定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没有念错、没有念漏掉、没有念颠倒，这是根本智。以后遇到老师给他讲解的时候，一讲就明白，叫厚德智啊，没有根本智，
你绝对没有厚德智。有根本智的时候，厚德智很容易启发，它是智慧的交流啊！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疏忽了，至少疏忽了100年了啊！所以现在变成乱世，乱世的由来我们很清楚、很明白啊！怎么样来拯救呢？拯救就是我们首先要拯救家庭，家庭再恢复到古时候呢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那家庭的功能我们如何来补救啊？这是现前的大事业啊。中国古代家庭不是小家庭，是大家庭。一个村庄，一个聚落，往往就是一个家族啊。一家人口少的是几十人啊，六七人少数的，多的两三百人。这个家族，所以一个家族就是社会呀。所以能齐家就能治国啊。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了，这很有道理，不是像现在小家庭 啊小家庭不能没有能力治国，要大家庭啊。可是现在今天都是小家庭，大家庭不可能啊。那我们如何来组织大家庭呢？啊，所以我们想到啊，老人乐园啊，人老了吗？哎、啊，回家啊，这是社会，这是大家庭啊，把过去家庭的功能恢复，养老啊，小孩现在父母不教了。啊，三四岁就可以这又入幼儿园啊，父母不教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做育幼啊，小孩从三四岁啊，我们可以办幼儿园啊，办幼稚园，办小学啊。幼儿园的学生太小了啊，他还离不开父母，跟父母合作，跟家庭合作啊，来传授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。到小学就应该住在学校里面啊，老师肩负起家教的责任啊，老师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表演给学生看啊，三四岁还行啊，教到六七岁他上小学啊，小学继续要教伦理道德因果啊。那么社会上这些小学课程的功课也可以同时来教学啊，但是教学的方式要改变啊，不能一天呢上很多堂很多堂很多科目啊，学生学都学乱掉了啊。要遵守古人的一个原则，教之道贵以专啊，一门一门的学啊，你比小学六年啊，六年都有国语，都有算术啊，我把六年这个
过余的这个课程一年教完啊，这一年当中是一年全部学过余，学语文，他每天想的是一桩事情啊，成绩决定比现在学生好。那第二年呢，全年学数学啊，才一年的时候，他就是一门功课，他想的是一门，他能得定啊，他开会呀、啊。啊，第一堂学国语，第二堂学数学，第一堂还没有吸收完，换了一门功课了，他什么都想不到啊。所以，同样这么多课程呢，我们同样用同样的时间，我们教学的方法不一样啊，一门一门的教。不学，同时不学第二门，心是专心啊，学的人很快乐啊，他不复杂了，学的人会很欢喜啊，读书乐啊，很多功课混杂在一块，读书不乐啊，他没有吸收啊啊，这种方式我都跟剑桥大学的汉学家啊，麦达维教授啊，我跟他谈过啊，我说中国古老这种教学方法比你们现在大学好啊，这个里头有戒有定有慧啊，所以教跟学都要一门深入啊，决定不能同时混杂很多科目，那是决定错误的。啊，调剂学习的情绪，啊，可以掺杂什么的？书法，啊，绘画，音乐，哎、啊，这个可以能调剂，啊，主要功课是就一门。啊，所以复课是调节情绪，啊，使它里面呢有落手。第下讲呢，止则爱养心识之善资啊，观则策发神节之妙术。啊，这话好啊。只是定啊，啊，定，它就有慈悲，这爱是慈悲呀、啊，啊，养心，啊，这个心是实心，啊，善。是最好的啊，这个滋就是滋养啊，所以止是养心，我们今天讲最好的养分啊。那这一句话要不好懂，换一句话大家就懂了。养心呢，莫善于少事啊，那事情越少，你的心就越清净啊。事情越烦，这个心越烦，心就得不到滋养啊，你的心就很苦啊，很烦躁啊，心神不定啊。啊，所以古人讲。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无事啊，所以修行儒释道都不例外，养心要静。你真的能静下来，静下来说，那你一定要放下，你放不下，你的心怎么能静得下来
啊，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肩负起繁杂的事业呢？你定会成就的。虽然遇到很复杂的事情，你心不烦啊，你是用很冷静真实智慧来处理，没有一样做不好啊。所以做事情小定做小事，大定办大事，没有定不能办事啊。没有定是心是浮躁的，叫心浮气躁啊，你办事不会把事情办好啊，里面产生的副作用很多很多啊，你自己也不知道，别人知道也不敢跟你讲啊，这是肯定的啊。所以心一定要定，一定要静啊。观，观是慧啊，策法神节之妙术，这里着重一个节啊，节是明了啊，对于事出事情一直是通达明了，叫神节啊。那用什么方法？观观是什么意思？观是看啊，怎么个看法呢？里面没有分别执着就叫观。我们今天眼看耳闻有分别有执着，不叫看，不叫观啊，可以叫看啊。你的看法怎么样啊？你听了怎么样？不叫观。观是里面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观啊。有分别执着就不是观了，它那个里面呢是生烦恼，就是你有很多意见见解掺杂里头，不是真实智慧啊。没有这个分别执着，你看你听你跟一般人有分别之人决定不一样的啊。有分别执着了，他的见解是复杂的，是错误的，没有看到问题真正的与这个因素，看不出问题。只有放下妄想执着，你才能看出问题的根源，你才能解决它啊，你才不至于看错啊。所以这是策法神节的妙术啊。啊，这一句话简单来讲呢，就是你得到真实智慧的方法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眼见色耳闻声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心是定的啊。不要相信呢一看马上就反应，反应的好快啊，那个反应说是烦恼是习气啊。所以往往的时候呢吃错误啊，这是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。古人确确实实它是静的啊，你看看这个近代的，不要说太远啊，清朝末年曾国藩先生，你看他的家训他的家书啊，他是怎样教导他的下一代啊，他自己的儿女他的侄子们啊，兄弟的儿女，每一封信，每一个这个教训呢，
你去看，几乎大部分呢都是叫他要学静，要学缓慢啊，走路要慢，说话要慢啊，样样都叫你慢啊。跟现在人现在讲速讲效率讲快，快里头有错，慢他心是定的，心是静的，他没错啊。所以我看这个老一辈的这些人啊，我只看到张家大师一个人真的像佛法里面所说的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。你看他这个照片，他就是这样的啊，就在定中啊。啊，他走路很慢，说话很慢，啊，言语动作都慢。我们跟他在一块，感觉到我们太快了，速度太快了。那我讲经教学这么多年，就有很多人说，法师，你说话太慢了，还嫌我太慢。啊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快了。啊，虽然是你要遇到张家大师的话，恐怕你就不耐烦了。啊，一个小时讲不了几句话，你就掉头而走了，你不愿意接近他了。真善知识。啊，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情啊，不能忙。忙中有错啊，要定。越是重要的事情越冷静啊，越是定才能处理得非常恰当啊。趁自己心意的要控制住，不能生欢喜，欢喜会出错误啊，不合自己的意思不能有成慧，成慧往往会无意给人结了冤仇啊。要冷静啊，趁自己意思的时候会不小心会被人利用啊。只有保持心平气和啊，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啊，佛法里面讲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要保持心平气和啊。这里最重要的还就是没有自私自利啊，有自私自利不容易保持啊，没有自私没有明文利养很容易保持啊。世间人忘不掉的厉害呀！啊，佛法头一个就是舍自利啊，自利舍掉了自然就不会遇到灾害。所有一切灾害与自私自利有密切关系啊。所以这真智慧从观来的 啊下面就说得更清楚了啊。智是禅定身因啊，甚是殊胜啊。所以你要先修禅定，先要学放下。放不下的人决定不会得定啊。我前面跟大家讲这十六个字
有一个字放不下，你决定不能得定。啊，就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啊，这个放下，你才真的心定下来了。有一个字放不下的时候，都是障碍，你得不到禅定。所以放下是止啊。啊，你才能得定啊。啊，观是智慧之有极。直到一定的程度，六根起作用啊，生智慧，不生烦恼啊。烦恼是什么呢？七情五欲。七情是喜怒哀乐爱、物、欲，这叫七情，它不生这个。啊，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它不会起这个念头。啊，这一点我们要留意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会不会起这些念头？如果有这些念头，那你也晓得，我们是道道滴滴的凡夫，一点功恨都没有啊！从哪里做起呢？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训都是帮助我们降温啊，烦恼啊要先服啊，先降温呢，要想断一下断等不了啊，再慢慢来啊。啊，所以有《弟子规》的基础，有《感应篇》的基础，你才能持戒。啊，什么叫小小戒？啊，像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，你才能做到。那您没有这个基础的话，不容易做到。啊，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啊。快要断灭了，或者是已经断灭了啊，怎么样帮助他复苏，帮助他再活过来，那就是要正干啊。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可以把中国文化起死复兴啊，叫他再醒过来，再生出来啊。所以幕后这句话，若人成就定慧而法，是乃自利利人法，皆具足啊。啊，没有这个定慧，自利都谈不到，你怎么能利人？这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啊，该放下的，应当放下。该提起的应当要提起啊，提起是什么呢？观慧所照，佛法讲照见了
啊，放下是自利，提起是利人。自利利他最基本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做的示现，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，做出来给他看。啊，现在人不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敬尊长，我们要做出孝顺父母，啊，尊敬别人，做出样子给别人看。这叫自利利他了。父母在，要常常去看看父母，啊，要照顾，要关怀，要帮助他。父母不在了，念念不忘啊，啊，家里面不能供一个牌位呀，也要供照片啊，见到父母的照片，早晨在他面前深深的一鞠躬，晚上睡觉之前也在照片上一鞠躬，养成这个习惯，教你的下一代，下一代会孝顺父母。啊，底下一代一定是以上一代为榜样的，啊，尊重圣贤。佛弟子供佛菩萨的像，意思一定要懂啊，不能迷信啊。供佛菩萨的像是尊师重道啊，那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菩萨也是老师，表法的。那释迦牟尼佛是根本的老师，啊，这个教学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，他是始祖，啊，所以有报本范实的意思，啊，报答根本的老师，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教诲。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呐，啊，见贤思齐，啊，看到老师，希望我这生能做到像老师一样。菩萨就非常具体，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，啊，所以供养观世音菩萨怎么供养法？把自己的慈悲心供养出来，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一切众生啊，那你真的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。供养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代表孝亲尊师啊，如果不孝父母，不敬老师，供养地藏菩萨就白供了。啊，供养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求智慧。啊，所以你要懂得他表法的意思。啊，你就没有白供。啊，那么供呢，
早晚要不要礼拜呢？要啊，至少也要对他行90度的鞠躬礼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尊重道啊。拜观音菩萨，我尊重慈悲，学习慈悲啊。拜地藏，我是尊重孝敬，我要学习孝敬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看到佛菩萨的形象，听到佛菩萨的名号，如同老师在面前一样，肃然起敬啊。这个就是你自己这样做，就是礼堂啊。别人会看起来，现在看起来，从前看起来点头啊，赞叹了，现在人看起你这么做觉得奇怪啊。啊，他一定会问你，他问你，你给他解释，他就明白了啊。机会教育嘛，那么这是把修行契入佛菩萨境界的方法简单扼要的介绍出来了啊。观前面我们讲天台三观，华严是法界三观啊，说出来了啊。虽然没有详细说，也讲得相当清楚了。那么说到止，有三止：天台大师对三观呢，这列三止啊，也有三种，三止三种方向啊。第一种叫体证止，诸法是一切法啊，一切法由因缘而生。因缘假合合之法，体为性空啊！啊，这个是这三观里面的第一观。体真知啊。因为第一观是真空观，这是修行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切法都不是实在的啊。所以三观里面，观真空，观假有，然后你才能用中啊。止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。首先晓得万事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现的这个现象啊，所以这个现象呢不是真的啊。相是有，叫幻有，假有，体是真空啊，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；那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体是空，为什么呢？六根接触不到。啊，但这个空啊，不能到无讲，啊，空有，它是有。啊，它不是没有，它有没有？它能生，
它能现，它能变。啊，能生能现能变呢，那我们就能够觉察到，我们六根可以觉察到。啊，但是所现所变的这些万法，啊，六祖讲的能生万法了，这些万法是假的。啊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有，但是它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般若经上所说的，啊，你必须要知道，因为你知道这个，你自然会放下了，根本不存在嘛，啊，幻有嘛，妙有嘛，啊，你自然就很乐意的像诸佛菩萨一样自然放下了，啊，真正懂得透彻的他一下就放下了，妄想分别执着一时放下，那就立刻成佛。所以从理上讲，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一念之间，念头一转变就成佛了。有人做了榜样给我们看，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做这样一下放下了。在中国，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，他也是听五祖讲金刚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把妄想分别执着一下放下，这一放下就成佛。所以凡夫成佛不难啊，难在看破。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佛法是知难行易，我们一般讲行难，它不是，它知难行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放下就是，你看，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，放下分别就是菩萨，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。啊，这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为什么放不下了？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搞清楚自然放下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